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76面，776面第一行，从弥陀要解看起，弥陀要解云：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，以大行做众生多福德之缘，令信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，而皆是已成，非今非当。欧耶大师这一句开示非常重要，如果不是他老人家点醒，许许多多人呢都轻易地看过，所以说漫不经心啊，不知道这两句话重要。人在世间最重要的是消俗业啊，忏悔现前的业障，过去生中所造的不善，这一生当中造的不善，都会带来障碍。这些障碍我们亲眼所见啊，你看到许许多多年老的人遭受那种苦难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都是业障啊。如根跟人结的冤仇，这就像附体啊，身边有许多鬼魂附体，让你不自在呀。啊，他来讨债，他来索命啊，讨债的还好一点，那个索命的，你欠他的命，他要你的命，非常的麻烦啊！如何能把这一些冤亲债主摆平，把业障消掉，那就得善根福德。啊，善根福德到底怎么个修法？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事出世间法都没有障碍啊，真正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这个求如理如法啊，你所得到的不会有灾难跟着你，如果所求的不如法，麻烦就很大，眼前你所得到的你能够享受到，其实你命中有的，命中如果没有，你求得了你享受不到啊。细心去观察就在眼前，你看有很多昧着良心得的财富，财富得到了生病了，一病就病上好几年，把钱全花了，医药费花光了，他没有房享受啊！再不然就遇到灾祸。你细心观察好多好多这个事情啊，贵也是如此，你没有那么高的地位，一定要爬上去。
这个地位超过你的福报，哎，也就灾祸就来了。啊，如果我们用正当的手段去取得，这富上加富，贵上加贵，它不断向上提升呢。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时候就亏折了。你比如命里头你有一个亿的财富，因为用不正当的手段就得来，只得到一半5000万，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，我就发大财了。殊不知命里头有一个亿已经去掉一半了，这个他不知道啊。啊，人一定要凭着良心去做事。啊，你看这个日本稻盛和夫，完全学的是中国传统教育，一生深信不疑。啊，今年84岁了，职务辞掉了，到处去讲演宣传，劝人为善，菩萨了，那不是凡人呐。啊，他是个乡村贫穷家里出生的，学业没完成，人很聪明，真是白手起家啊，创了2个公司，都进入世界500强。50年来，从来没有一年亏损。啊，不管是风暴啊，是什么金融危机，他都若无其事，那都平安度过。啊，没有一年是亏过本的。所以日本人称他为经营之神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向他学习。实在讲，他非常简单，就是人老实，肯吃亏，凭良心做事情。啊，他的公司为什么公司经营的这么好？啊，他从人家问他，你经营的理念方法从哪里学来的？他我从中国2000年、3000年前老祖宗那里学来的。实际上只学几句话就行了。所以他总结的时候4个字，敬天爱人。啊，公司的利润第一个给谁？这给员工。员工辛辛苦苦赚得来的，我们的利益不给员工，给谁？所以他的员工在再艰难再困苦都不会离开，拼命工作。啊，第二个利益给谁？给顾客。第三个利益是公司的，公司利益摆在最后，年年赚钱。啊，银行存的钱多，利益很少啊。啊，利息很少，银行老板劝他把钱提出来去搞房地产，赚钱赚得很快。他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做，为什么？我没有付出劳力赚来的钱，这个钱是不义，不义之财，后头有祸害，不敢做。啊，果然呢，6、7年之后，这泡沫经济发现了，很多像银行贷款都倒闭了，他没事。别人问他是不是有先见之明，没有，我没有先见之明，我只是凭良心做事。啊，我不应该得的，我绝对不要他的，送来了也不要。
啊，这两年日航看到要倒闭了，亏了上千亿的美金。啊，日本前首相到他家里三次登门去拜访他，请他出来救救日航。他出来了，一年多一点，日航转亏为盈，啊，就起来了，几乎没有人敢相信啊！啊，日航里面的员工是一盘散沙，心都散掉了。他去见这个董事长，啊，第一天给大家见面就宣布，公司盈利第一个给员工，这个员工士气马上振作，啊，离开了就回来了，对员工的照顾无微不至。啊，他做了50多年了，胡晓林才开始啊。胡晓林大概是走5年，可能还不到，他50年。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古人所说的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”，别着急。啊，命里有的很好，命里没有的可以创造。那我命里头没有啊，财库空空啊。这张家大师教给我，修财布施，修财布施得财富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啊，你一生认真就干这三桩事情，啊，财富不要多。生活能过得去就自在了，啊，智慧健康长寿三个都得到啊。佛经典没骗我，老师也没骗我，真的。那这两句话重要了，多善根的因是佛的大愿，阿弥陀佛48愿呢，多善根之因呢，一大行，大行是无界修行，修什么呢？所发的愿要兑现，如果不能兑现，这个愿是空愿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每一愿都兑现，48愿，阿弥陀佛修了多久？5劫，这是大劫。大劫是什么？我们这个太阳系，沉住坏空5次，这多长的时间？啊，5劫修行，大行大愿呢。极乐世界是这个因缘成就的，这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我们在前面讲得很详细啊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大愿大行的成就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法门，佛教的我们念佛啊，念佛是什么呢？念佛就是我们的心愿跟阿弥陀佛合成一个，弥陀的大愿就变成自己的大愿，弥陀的大行就变成自己的大行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
你到极乐世界修行为什么那么快？啊，无论是修福修慧，啊，都很容易，都快速成就。你要知道这个因缘，不知道这个因缘，你会怀疑。啊，总认为不可能。啊，就像这个日航一样，你走遍全世界问人，日航还能不能起来，都会摇头，不可能。啊，我们说个老实话，日航也就是稻盛和夫一个人，除他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。啊，稻盛和夫凭什么？五十年的人格，大家喜爱他。那他一当董事长，别人从前不做日航的，都选择日航。为什么？对他尊重，我们支持他。啊，员工肯努力，啊，你看外面顾客支持，啊，他才成功啊。我们看到这报告啊，原本到东京的时候做新干线的，哎，选做日航，啊，就支持他，这别人做不到啊，别人哪有这么大的力量，热心的感召啊。中国自古以来，从帝王将相，各行各业的尖端人物，无一不是以德感人。啊，德行成就了，事业就成功。啊，商汤。周文王在那个时代，他们的这个国很小啊，啊，他只有七十里，华里七十里，周家算大国，周文王才百里一百里，比现在一个县还小啊，啊，他经营这么小地方。经营的好啊，成为周围这些小诸侯国的典范。他的成功是德行，社会安定繁荣，人民幸福快乐，这个地区风调雨顺，样样都好，道德的感召啊！所以中原那个地区，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，还没有到珠江，周那个时候还没到啊，大概直到江西、福建，那就算是很边缘地区了。这个地区八百诸侯，就大大小小国家八百多啊，八百诸侯啊，都尊周文王为天子。那个他没有统辖权呢，别人尊重他，敬仰他，向他学习。啊，不是以后的天，以后皇上真有实权的，他是没有权的。啊，就像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十方诸佛尊称他为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，都尊重他，啊，给他这个称号，啊，向他学习，他是大家的榜样。是大家的模范，啊，这么个意思。
我们今天能够为弥陀弟子非常光荣啊，你走到十方世界，诸佛如来尊敬你啊，阿弥陀佛的弟子。啊，每一个佛国度都向极乐世界看齐，都向极乐世界学习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。光发愿不真修，哪来的功德了？我们是回向，拿什么回向？真正功夫，真正的修养啊，在真实功德了，能感人，能感动鬼神啊，这你才有东西回向啊。底下告诉我们了，令信愿持名，首先对于阿弥陀佛你要有信心，他从初发心到成佛啊，很长很长时间了，精进辛苦修行啊，我们能相信一点怀疑没有？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这极乐世界真有啊！现代的科学家逐渐逐渐的都向这一条道路上去研究。过去两三百年，科学家都研究物理啊，物理学家现在发现的心理比物理更要高明啊，从德国普朗克博士发现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也就是说先有念头后有物质，这被他发现了，念头能够改变物质啊！现在不少科学家都在用这个做题目来研究啊，成绩非常可观。这个道理要搞通了，搞明白了，这世界有救啊！啊，地球上这么多灾难可以化解，用什么？用心理。我们能把心理转变，不再有错误了，问题解决。啊，错误的心理辐射了五个字：贪嗔痴慢疑。这五个字是错误的心理。对于个人来讲，你多灾多病啊，如果这五样东西都有，多灾多病，对我们居住环境来说，带来灾难。啊，贪应对的是水灾，海水上升都是贪心感应的，不贪就没事了啊，它就能恢复原状啊，晨会带来火灾，地球温度上升，这都是有火，不是物理啊，是念头变现的，
啊，愚痴带来的风灾，飓风啊，傲慢带来的地震，怀疑最可怕了。怀疑所感应的山崩地陷，山会倒下来，不坚固了，因为怀疑啊，它就松散了啊，连土地都松散了，所以土地会陷下去，甚至于会陷到海底啊，怀疑。啊，再高的山会崩塌。那么如果像佛告诉我们的，习灭贪嗔痴慢疑，勤修戒定慧，我们中国人讲五个，仁义礼智信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身体可以恢复健康，啊，纵然有癌细胞都可以恢复，不需要用医药，都不稀奇。现在的道理被科学家发现了，啊，物质是非常不稳定，不是个坚固的东西，它是刹那刹那在动，啊。听谁的呢？听念头。所以佛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十法界六道一真庄严皆是心想生。啊，如果你的念头好，你的念头是年轻人念头，你永远年轻，你为什么会衰老？天天在家念老了老了，身体不行了，你就一天不如一天。啊，把这个念头纠正过来，老而不衰呀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一个弟子160岁，跟大众一起干活，为什么他能，我们不能？我们的念头坏了。物质现象是不固定的，念头善，永远能保持。啊，如果念头没有了，那你就年年十八了。这不改变了吗？啊，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到极乐世界念头就没有了。那这不是自己的本事，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啊，在那个世界，你什么都不要担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想什么东西都在面前了。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用不着收拾啊！所以在那个世界里就没有念头了嘛。啊，住的居住的房子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有客人来了，需要家具，念头一转，家具都有，都摆好了。客人走了，不要了，全完了。所以那个地方人家长生不老。无量寿不衰老啊，没有老病死，没有。啊，生到那个地方是化身。啊，在那个地方，把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掉，断干净了，断干净了，极乐世界就没有了。所以极乐世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了，出现了什么呢？出现常寂光，常寂光是真的。啊，你进入常寂光，
身体的形象没有了，意念没有了，啊，整个我们的精神跟物质性跟整个宇宙融合成一体。谁是你？整个宇宙是自己。啊，回归自信了，回归常寂光了，那才叫究竟圆满。啊，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。啊，是法界里头，六道里头，有我们过去这些亲戚朋友，跟我们有缘的人，他动念头，求你帮助，你立刻就现身。啊，经上讲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真正得大自在啊！他喜欢什么身，你就能现什么身，自己没有意思，随众生的意思。啊，像普门品上讲观世音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是他想什么身，你就现什么身，自己呢，自己没有念头。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佛说，这个智慧，这个能力是每个人统统有的，你本来有的，现在为什么没有了？现在你妄想太多了，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这个东西障碍住了。只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就这个现象就现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表演。他三十岁那一年，在毗波罗树下落定，一切放下，就成佛了。以后这个树就叫他做菩提树。啊，印度人称毗波罗树。啊，在中国唐朝时候，慧能大师表演给我们看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五祖给他上一堂课，《金刚经》大义，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。他一生就听了这么多经，在黄梅八个月，讲堂没去过。禅堂也没去过，他的工作是在对方里面冲米破柴。那五祖居然把衣钵传给他了，为什么？他真开悟了，真放下了。所以佛法了，没有别的，放下就是了。放下执着，你成阿罗汉了；放下分别，你成菩萨了；放下起心动念，你成佛了。都在一念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以为现实东西都是真的，我们错在此地。以为这是真的，不知道是假的。啊，金刚经上所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极乐世界。啊，能大师听到金刚经上所说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他就放下，他就入佛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境界完全相同。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这个境界，他得到了。怎么得到的？于一切法上不起心不动念，就真得了。
啊，那么今天我们也算是遭难了。为什么呢？整个世界的人之间都不正，啊，每个人思想里头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名闻利养，都是贪嗔痴慢疑，啊，所以这个世界疾病很多，灾难很多，不是不能化解。所以今天整个世界我们接触的面很大，啊，也能接触到高层社会，大家都来讨论这个问题，问我的人很多，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他：教育出了问题，其他的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啊，只要把人教好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佛法不反对你求名求利，不反对。啊，佛教你如理如法的，你看，求财富，啊，求地位，求聪明智慧，求健康长寿，如理如法了，你得到的是真的幸福快乐啊。要不然谁求他？啊，并不反对。啊，佛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想得到什么，他都能教给你，如理如法，满你的愿。啊，想成佛，帮助你成佛。啊，想发财，帮助你发财。你想什么，他都可以帮助你。决定是如理。啊，佛法是教育，真的是变法界虚空界正规教育。啊，一丝毫邪知邪见都没有。啊，要想成佛成菩萨，极乐世界就最方便。啊，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应化，释迦牟尼佛是榜样，这世贤是出家人，在家人维摩居士是榜样，啊，在家学佛的成就的多啊，菩萨身份，罗汉身份，像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看到的，他们的视线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啊，稻盛和夫视线，商人、企业家，那是真菩萨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的成功简单的说就是菩萨心肠，没有自己想到别人，啊，经营的好处都给别人。你看在那个最兴旺的时候他出家了，好像是65岁吧，我记不得了，他的报告的时候他为什么出家呢？算命的先生说他的寿命就那一年，他就出家了。啊，出家之后名气太大了，找他的人太多了，给寺庙带来的麻烦，不清净了。
所以又还俗，啊，又去告他企业。他非常喜爱《了凡四训》。啊，天天读这本书啊，他都学到了，都用在他生活当中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了凡先生的寿命，孔先生给他算命，53岁，他活到74岁，多活21年。寿命可不可以？可以延长。啊，我小时候，多少人给我算命，都说过不了45岁。45岁那一年，真害一场病。我知道到了，时候到了。啊，所以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1个月，病好了。啊，没找医生，也没吃药。我那时候有个观念，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你寿命到了没用处。啊，1个月好了，啊，再继续讲解。啊，79岁那一年，得到一个信息。那一年我真想走，啊，得到这个信息，还要再留几年，也可以，也不该死。啊，留几年，我想就是为这部经，这部经是大师因缘。啊，下联句的汇集，黄念祖的集注，这实在是太好了，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我留在这个时间提倡，我要不提倡，大家不重视。这么好的东西，真能救命啊！真能救社会、救国家、救世界，这么好的东西能救地球。啊，所以接力提倡。啊，从去年清明，我把《华严经》停住了，专讲这部。这第一遍快讲完了，大概我估计还有10几次，不会超过20次。啊，我们这一天算2次，1次2个小时。啊，10几20天，这就讲完了，讲完了从头再讲。我想以后1年1遍，啊，1天4个小时，大概300多个小时，这1年讲1遍，啊，提倡，真正做到。过去劝人，我没做到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我要把这句话做出来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只讲这部经，只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念念成就如是功德。如是就是指弥陀的大愿大行，
啊，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我们自己功德，能不能？能，决定能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宇宙叫全息信息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能了。什么叫全息？我们的一念，这个一念没有人知道啊。通常讲一念，我们所想象的那个一念全都错了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念头，心里有个念头。佛问弥勒菩萨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？有几个小念头，微细的念头，有几念？有几相？相就是物质现象。有几识？识就是精神现象，科学家称为信息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，那一秒钟能弹几次啊？我能弹4次，我相信比我弹得更快的，年轻力气比我强的。如果你一秒钟能弹5次，那就多少念头？1600兆。一个念头是1600兆分之1秒，那叫一念。这一念里面有物质现象，有精神现象啊，先有精神现象，后有物质现象。物质是精神现象变现的，而且无论是物质是精神，再微细的这一点，整个宇宙还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些信息通通在里头。那我们这个念头怎么不包括阿弥陀佛呢？当然包括嘛！啊，阿弥陀佛48愿五戒修行都在我们念念之中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啊，心相应，愿相应，是真的，这一点不是夸张啊，真实不虚啊。啊，科学家用全息照片，用这个来做例子，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全息照片是这一张照片，这里面照的是一个人。你把这个照片分成2段，给它剪开，每一段的还是一个完整的人，再把它分成4块，还是完整的人。你换成100个小块、1000个小点，你用显微镜看，还是完整的，啊，一点欠缺没有，这全息照片。啊，怎么照的呢？是用照相机，两个镭射光照在那里，用照相机拍下来，那个照片就变成这种信息。啊，但是它要在镭射光里头像才被现出来，不是镭射光的时候洗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看它一条一条的，看不到东西。镭射光一照就出现了。啊，这个现象你看佛在经上讲的，佛不是用这个言语，但是是讲的一桩事情。佛说戒子那须弥，须弥那戒子，大小不二啊。须弥须弥山呢，戒子是芥菜子，
须弥山可以放在芥菜寺里头啊，大放小没有问题，我们能够接受啊。须弥山没缩小，芥菜寺没放大，须弥山怎么能装进去？现在知道了。现在你看，这个电晶体，啊，晶体，一块小电晶体，大概，小指甲这么大，啊，里面可以含藏一部大藏经。你在从前讲，谁相信？没人相信啊！啊，这个实在讲。一点都不稀奇，人家是业力，佛法讲微尘，科学家讲小光子，肉眼看不见的。小光子多大呢？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100亿个小光子组成在一起，是一个电子。我们都是肉眼看不见的，那么小的小光子里头有全息的信息，就是整个宇宙过去未来全在里头，那我们这个指甲不太大了吧。科学这些东西我们听起来很容易懂啊，一听就明白啊。这个意思告诉什么一个信息呢？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啊！你要分这个分那个，错了。这个东西佛跟化身菩萨知道，所以化身菩萨跟佛他们心目当中宇宙是一体啊！这叫什么？无缘大慈，无缘是无条件的，同体大悲。为什么要帮助他？他跟我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帮助他就是帮助自己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我们现在的迷迷在哪里呢？好像我们整个身体是一体，我们是身体里面，身体里面一根汗毛，身体里一个细胞，我们认为自己独立了。哎，我这个细胞是我，其他的都不是，就迷在这里，不知道整个是一体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。所以佛法里头没有对立，没有矛盾，绝对没有冲突。我们这一个身体里头，你看哪个细胞跟细胞冲突了？五脏六腑哪个器官跟哪个器官会冲突了？没有，全部都是合作，绝对没有一个冲突啊！整个宇宙要合作，宇宙之间绝对没有冲突。啊，这些科学里头讲这个太空大战，这是错误的，绝对错误的观念。啊，太空是一体，哪里会有战争？啊，所以了解这个，永远没有对立了。啊，永远是和谐。啊，信德就是伦理道德。是自信里的本具的，本来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所以念念成就如是功德，啊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功德。啊，非今，今是现在；非当，当是当来。这个利益就在当前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。啊。皆是已成了，
改为佛以大愿作为众生多善根之因，以佛之大行就是无界修行作为众生多福德之源，故能令信愿持名之人于念念中皆成就佛之大愿大行之功德。这个大愿大行就是极乐世界，圆满的极乐世界。如是功德呢，皆是久已成就。啊，那么佛在经上为我们介绍，极乐世界成就到现在已经十劫了。啊，对我们来讲，十劫是很长的时间。啊，阿弥陀佛修行是九劫，这个五劫。啊，现在成就到今天是十劫。阿弥陀佛最初发心的是十五劫之前。不是今日促成，亦非当来再成，那已经成就了。盖佛果具久已圆成，今我念佛，以佛果具作我因心，故我因心顿通果具。这一段话非常重要，句句是真实啊。我们念佛确实把佛无量界修学的功德了变成自己的功德了，自他不二啊。三世心念佛寺里头中峰禅师所说的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这两句话不可思议，这两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实了。啊，所以今天我念佛是把阿弥陀佛做我的因心，故我因心呢，就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就是阿弥陀佛。盖因念佛善根福德同佛，你怎么会不成佛？你怎么会不往生？你在现前，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、你处事待人接物，肯定跟阿弥陀佛一样。那就得大自在啊。啊，说是灾祸现前呢，别人有灾祸，你没有。你怎么会在后呢？啊，我们常讲四个同：心同、愿同、德同、行同，这行为同啊。后面加个总的，果报同福。故云，如是功德皆一成，皆是一成。如来乃善中之王，德中之尊啊。故我等守应随行，啊，随顺如来之所行。但如来诸善起修，万德庄严。是故我等与世尊于德也应随行。
啊，佛所做的，我们应当做。佛所修学的，我们要修学。佛永远没有间断的，真正是学不厌，教不倦。善知己，应缘修习，正住相知，熟得圆满。啊，善知己宜这个四个字非常重要。啊，己是众生。众生的机缘有没有成熟？你很清楚啊！啊，对于成熟的众生，一定帮助他成佛；没有成就的这个机缘没有成熟的，帮助他成熟，帮他提升。跟佛没有缘的人，要给他种种子。啊，这个种种子所谓是，让他看到佛像，让他听到佛的名号，听到菩萨的名号，或者是听到一句两句经文，这种子就种下去了。啊，他阿赖耶识里头就落下种子，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，来生后世遇到缘他会接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切众生都有得度的机缘，他反对，他排斥，但是佛他听进去了，他心里知道有个佛，种子还是在那里啊！纵然是灭佛法，他有罪，这个罪是到地狱去受，受完之后，他出来之后又会遇到。为什么他有种子？这个太可贵了，就怕阿赖耶识里没佛种子，那就苦了。啊，有佛种子决定得度，啊，什么时候你成佛不一定，那在你的缘分。啊，真正缘成熟了是吧？真心，真发愿，啊，发什么愿呢？到极乐世界去。我这一生就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我什么都不想，就想极乐世界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啊，你想稻盛和夫才知道做到，他自己生活非常简单，非常朴素，啊，一切是给别人，成就别人，做出这样一个榜样，啊，经营，永远不失败。啊，西方这种思想指导不行啊！啊，他跟西方这些经济学家观念是完全相反的。啊，西方这些经济学家自己要赚钱，他不是的，他让员工赚钱。啊，让顾客得利，货真价实。啊，他的东西最可靠，绝对没有一点假货。
货真价实。啊，自己帮助别人，看到别人真快乐啊！啊，这个快乐不是富贵人能想得到的。啊，更难得的，所以我说他是菩萨，他要把他经营的这些理念到处去讲学传授给别人，这就是菩萨事业。啊，他做成功了，你不能不相信啊！如果说没有做成功，把中国传统东西怎么样介绍一下，没人相信。啊，听到都会点头，但是决定不相信。啊，他做了50年，做出来了，你能不相信他吗？啊，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，不做实验，很难叫人生起信心。啊，今天社会动乱，很多人误会，怎么办？啊，我就叫他，你搞一个小地区，像我们这汤池一样做实验，实验成功了，你看看行不行？啊，再推动。会影响全世界。为什么？今天每一个人都想社会安定，都想社会和平，啊，都想到自己能过幸福美满的一生。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此地讲的根基熟了。啊，把这个传统文化落实在企业，企业成功了；落实在政治，政治成功了。无论落实在哪个行业，这个行业都顶尖。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？啊，而且这个事业是永远不败的事业。啊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啊，没有不兴旺的，没有人不欢喜的。一个人呢，带头啊，就能带一群人呢。稻盛哲公司的员工啊，几万人呢，一个人一个理念带起来的。这是应该要学习的。啊，一定自己发心做好榜样，那你就是不但救了你的一家，救你的一族，啊，救一个国家，救了全世界。何乐而不为之呢？啊，什么不要，什么都得到。你所要多少，那就是那么多，不要的你全得到。人活在世间，要活得自在。要活得快乐，活得幸福，
活得有意义，啊，活得让所有的人都尊敬你，连鬼神都尊敬你，这个有意义，有价值啊。啊，应缘修习，啊，缘是感，菩萨应呢，我们要学应呢，外头有缘呢，要应，没有缘别求，等待机缘成熟。啊，你别找他，让他来找你。啊，缘成熟了，自然来。你自己要做好样子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真足相知，啊，正行助行，啊，正行帮助助行，助行帮助正行，正行是念佛，用念佛的方法，把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变成自己的正行。助行呢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切人事物，我们要把善根福德做出去啊，善根福德要给一切众生去享受啊，不要为自己，你为人人，人人就为你啊，你不肯为人人，人人不会为你，这是因果，很现实啊。所以俗得圆满，所以很快啊，你就得到圆满了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众修佛善。这个是念种，种善根，像那个种稻米啊，种树苗，种啊，种修修福修善，嗯，即修善种福啊。本经广劝舍恶行善啊，可别种恶。中国很麻烦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啊，有些鬼神找我，附体的找我，我问他们，这出家人很多，你为什么不找他们找我？啊，他回答得很妙。因为你相信啊，有道理。那个不相信的，你找他没用啊，他不帮你忙啊。那我相信你来找我，我真帮助你啊。啊，帮助你，你都合作啊，都不合作，帮不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跟他配合合作，啊，帮助他解决问题，啊，这些问题多半是过去啊，在做人的时候做了许多不善的事情，现在受到苦报了，啊，最近大概也有三四个月
啊，东北那边的同学带了两片光碟给我，是中日战争死亡的这些将士啊，现在还在打仗，战争结束60年了，还在打仗，苦不堪言。那这个信息告诉我，我相信。为什么？人怎么样死的时候，在战场上死的，他那个战争的念头啊，他在，他没有改变，所以他天天还是那么紧张，在打仗。我们自己有经验啊，抗战期间，我们到处逃难呢，日本人在后面追。我学佛前10年，还常常做着梦逃难，这阿赖耶是意识念头太深了啊，常常做着梦。那么在战场上打仗呢，那都一样的嘛，他那个梦不就打仗吗？啊，所以他死了，他一念未断呢，他没有想，没有不知道战争结束了，所以他还在打仗。真可怜呐！啊，那么来求超度，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悟道、悟行他们。啊，他们做三世信念的时候，给他带牌位，给他们超度，有没有效呢？有效。去的地方不一样，往生极乐世界很少。真是跟经上讲的，那是阿赖耶的佛种子，没有佛种子的也改善他们了，从恶鬼道的到天道去的，到人道去的，又到人道来了啊，这个很多，还有到畜生道的啊，但是还有留在恶鬼道的也不少，那很执着的啊，执着带给的麻烦很大了。观经劝修三福，经云：余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这个三福三条，是大乘佛法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这个地方后头没有引用，后头还有一句话，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，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所有菩萨修行成佛都要依这三条，所以这个三条是修行成佛的大根大本。你看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第一条四句。所以事出世间善法都从孝敬当中来的，你不孝父母，不尊敬老师，你根没有，怎么学都学不成就，这是根啊，根本的根本啊。为什么学佛没有得到佛法真实受用？说老实话，就是你缺少这两个根，怎么样培植都培植不成功，像个植物一样没根。啊，这两个根大家都知道，我要怎样叫才叫孝顺父，怎样才叫尊重老师，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几年
大力提倡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是说什么呢？就是孝养父母，奉子师长。你把《弟子规》百分之百做到了，这两句你就圆满了。没有这两句，下面全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两句是《弟子规》，我提倡《弟子规》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跟我们的关系太大了。啊，慈心不杀，落实在感应篇，啊，道家的感应篇里头讲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一共讲了190多桩事情。你一定要知道啊，什么因感什么果啊，丝毫不爽啊。袁了凡先生用的功过歌就是感应篇啊，当年云谷禅师给他的，他就照这个修行，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把他的命运全转了。命里头没有功名，功名得到了，这自己修的。功名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学位啊，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，就好比我们今天讲的高中毕业，命里就是这样的啊，举人进士没有啊，举人好比硕士学位，进士好比博士学位，他命里没有啊，结果他拉到了啊，命里没有儿子，他求儿子，得到一个好儿子。啊，这个儿子好像给他生了9个还是10个孙子，嚯，家族就旺起来了。啊，他的后人前两年给我通电话，有联系。不容易啊，那老家还有人啊，寿命你看53岁，延长21年，啊，真正记得了啊，天下人仰慕，多少人向他学习啊，了凡四训在日本是最风行的啊，天皇都读这个书。修十善业，这是佛法的十善业道啊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慨，在家学佛十善业没做到，出家学佛沙弥律仪没做到，这就不是真修啊！啊，为什么做不到？心里真想做啊，为什么做不到？前头的根没有，难就难在这。所以前面这个功课一定要认真把它补起来，补习，我们的十善业才能做到。啊，大乘佛法才没有障碍啊，不从根修啊不行啊，年轻人还要加上一个根，文言文啊，同修们，你们家里头有子女
要特别注意到，如果在十二岁之前记忆力好，让他背文言文，能背一百篇文言文的样式就拿到了，基础就有了，他将来可以直接去读中国传统的典籍。那些把钥匙，现在印刷术发达，成本很低啊，连四库全书都能够印送啊，我们在今年送了100套四库全书啊，下半年还有200套回邮啊，我们印这么多的目的，分散给世界各地方去收藏，灾难不会丢失啊，这有灾难那里没有，用这个方法把这个古籍保存下去。越多越好，可是谁去读呢？我想了多少年了啊，过去请一些学者专家，希望在私库里头好的东西把它揭露出来，编成一本书啊，就像唐太宗这个群书之要这种方法，他是政治，我们是搞学术，啊，曾经也拿了一些钱，请一些教授，稿子送过来不行，不能用，啊，没有想到古人已经先做了，过学之要，就是我所想的，啊，已经做好。但是这个书没看到啊，没有想到有好心人士，昨天我跟他见了面了，那书就是他送给我的啊，我们看到了如获至宝啊，多少年心里想的想求的求不到，别人做好了啊，他编这个东西花了8年的时间，民国初年的这些学者，他们真用心呐、啊，四库的精华了，小四库啊！啊，我得到之后，看那个书已经很旧了，但是还好，字没有坏，没有伤到字，啊。看看他的序文，写序文那一年丁卯，我出生的那一年，他们这部书编成8年，编成丁卯年，我今年85了，再加8年，93年了，93年之前他们搞这个东西啊，不少人在搞啊，8年时间完成啊，我们相信这部书印的分量不多，所以很多点找不到商务印书馆开办之初他们印的，现在商务印书馆我跟他很熟啊，问他们都不知道啊。现在我们印了10000本，这个书可以保存下去了，不至于丧失了啊。够不够呢？不够，10000本还是太少。
啊，我们希望将来在国内至少也要印个1-2万本啊，一套一套的，一套8册啊，至少要印1-2万本，向全国中上学校赠送啊，但是一定要鼓励小朋友学文言文，将来你看这书没障碍，这个书看完之后你再去看四库没问题了啊。所以四库全书有人读才行啊，传统文化才传得下去啊，书在那里没人读不行，这法还是会灭掉的。那么有第一条，三福有第一条，提升才第二条。啊，第二条呢，受持三规，这正式学佛了。学佛进门，拜老师就是受持三规。啊，三规是什么意思？老师把教学的宗旨、教学的目标传授给你啊，你学的呢就是学的要达到这个目标啊。这个目标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佛法僧叫三宝，佛当时所说的没错误，但是现在人呢完全错位，把意思错回了。应该在唐朝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唐朝时候是700年，时间也很长了，已经有误会了。所以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六祖大师传授三规，他不是用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不是用这个词，他改了啊。坛经里面三规，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他用这三个字啊。我当年看到这部书我就想到了，肯定是那个时候出问题了，有很多人误会啊，所以他把名词换了，让大家好懂啊。皈依佛不是泥塑木雕的那个佛，佛是代表的觉啊，自性觉啊，起心动念觉而不迷，这叫做皈依佛啊。所以你要有智慧，三皈依是智慧，有智慧能够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啊。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够依迷邪染，那你就错了，你造罪业了啊。一定要依觉正净啊。所以他说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然后加后面解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敬业，他这么引你注意啊。觉真净是自性三宝啊，佛法僧呢叫住持三宝啊。住持三宝它的作用是提醒你啊，我们人很健忘，
我们家里供个佛像，供佛像意思什么？提醒我觉而不迷。一看到佛的时候，我要觉悟，我不能迷惑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你把它当作神去膜拜啊，错了，你完全不懂啊！啊，我们对佛发生的礼拜礼敬，不是迷信，不是把它当神看待的，是它是信德。我们礼拜信德，尊重信德，学习信德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，印光大师说得好，他是从沉静当中学来的。一分沉静，你学到一分；十分沉静，你学到十分；没有沉静，学不到。啊，那我们对佛法僧的礼敬就是沉静。真有沉静，真懂。真学到了，这很重要，决定不能马虎啊！沉浸要教，现在没人教了啊！佛门现在教变质了，意思不对了啊，都求升官发财了。这个给佛法本意真是180度的相违背，全搞错了。啊，对法宝的礼敬，啊，拜经典。那锡克教，锡克教没有偶像，但是有经典。锡克教向谁礼拜呢？经典，经典供在上面。对着经典磕头啊，很有道理啊！啊，所以经典提醒我们正知正见啊，我们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，这叫皈法啊。僧是出家人。看到出家人，想到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我要做到。他做到不做，如果不想干，但是他不是这个样子给我看，我就想不起来呀，忘掉了。所以他对我功德很大了，他常常提醒我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住持三宝啊。佛教给我们，他功德很大，啊，没有他常常提醒，怎么都忘掉了？啊，现在我们用卫星电视，用网络，大家在一起学习，啊，你们在学习当中，三宝都看到了，我们后面的是毗卢遮那佛、文殊普贤菩萨。啊，我们在一块分享的是大乘无量寿经法宝。啊，那么我也是出家人的样子，这三宝具足啊，时时刻刻要提醒的。如果你还是迷，还是邪，还是染污，你那个皈依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有名无实。受持三规，希望我们回归到觉真经啊，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清净是僧宝，平等是法宝，觉是佛宝。你看经题上三宝具足。我们学这部经典，
信愿持名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完成我们的清净平等觉，我们就求这个，其他都不求，这就对了。心安住在道上啊，啊，安住在觉真境上啊，像我们中国古时候，小朋友上四书，念三字经，头一句话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那就是受三皈依，跟受三皈依是一样的。就中国教育了不起啊，教育叫什么？你学什么？你学本善。你现在不善，回过头来本善学到了，就是圣人啊。你看佛法的时候给你求真经，求真经是佛啊，啊，要用常平常人家讲的大乘教的上讲，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佛，这三个学位呀，啊，最高的学位是佛陀是觉，第二个学位菩萨，第三个是阿罗汉清净。你到佛门是学这个的，不是学别的，这个东西有了。哎呀，你的观自然就生了，财自然就发了，用不着去想那些。不是理论的方法你都有了吗？都明白了吗？啊，那是附带的，这是根本。啊，有根本当然有枝叶。啊，根本好，枝叶一定丰茂。啊，你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，你才晓得佛陀教育的伟大。啊，世间一般人全误会了，这个误会不能怪他们，怪佛门弟子没有真修，没有真正把它讲清楚讲明白，让社会大众产生误会。啊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严重误会。啊，我们要不是遇到方东美先生，怎么会知道有这个种事情？那不会接触他吗？那你所接触看到的寺庙里头迷信，你怎么会生起信心？啊，所以方老师告诉我那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他说佛经哲学不在寺庙，不是在哪里，在经典。这个话很重要，如果不是这个话，我们到寺庙去一看，不像方老师说的话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会相信了。啊，他话讲清楚，在今天，那我们到寺庙，我们的中心是找经典，不是找出家人。啊，跟出家人也不讨论经典，也不允许问他。啊，我学的经典的时候，就问方老师，以后问张家大师，当时在台北这两个老师。啊，不去问别人。啊，我们才真学到东西啊。张家大师圆寂之后，我把工作辞掉，就出家了。出家之后，我见方老师，方老师看到我，啊，你真干了。我说是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当然要求最高享受。他说：“你对了。”
啊，说这句话只有他一个人，其他人都反对。你学佛就学佛，怎么迷成这个样子啊？只有方老师一个人下了一句断语：“你的路走对了。”啊，我们那些当初反对我的那些人，二三十年之后，哎，他们看到我，你对了，你走对了，才知道，啊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说多可惜啊，当面错过啊，这真不应该啊。啊，受持三规，一定居足中戒。佛家的教学怎样帮助你其如清净平等觉，持戒修定开悟啊？佛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了，儒家采取了，道家也采取了，啊，变成传统文化，必须遵循的方法啊，儒释道都取了。啊，戒是规矩，不依规矩不成方圆。啊，一定要依规矩。弟子规是规矩。儒家的戒，感应篇是道家的戒，十善业是佛家的戒。儒释道三个根呐、啊，这叫根本戒啊。啊，根本戒没有的时候，就什么都别谈了。啊，规矩都多，儒也多，道也多，佛也多，但是这是根本。今天我们根本丢掉了，学那些戒都没用，学不成。啊，我们这么多年细心观察，没有看到一个修成的，原因根本没有。所以才想到根重要啊，从根救起啊，这真的有救啊，不从根是没救啊。啊，老师做出的榜样给我们看了、啊、我们对老师有信心了、啊。啊，方老师、张家大师、李老师都是以身作则，做出样子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真的相信他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不凡为宜。啊，为宜、我们讲小戒，这理解。啊，小戒都不可以犯，总是要给大家做好样。让大家真正的生起信心，幕后这一条叫大乘啊，大乘发菩提心，菩提心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别人，不为自己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经论上讲菩提心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深，不好懂。啊，我这么多年来把它归纳成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这是菩提心。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。要用真诚心去生活，你生活得很快乐；用真诚心去工作，用真诚心去待人接物，这修大乘啊。对自己真诚心，对自己
是什么呢？清净平等觉是对自己，对别人是慈悲。啊，所以对别人那个慈悲，慈悲里面有真诚，有清净，有平等，有觉。啊，都在慈悲里都表现出来呀！发菩提心呢，深信因果。不仅仅是相信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最重要的是相信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你决定到极乐世界。决定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一点都不会假了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现前人，你现在见到啊？真见到不是假的。当来见到是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天天跟佛在一起的。读诵大乘，记住我们初学还没开悟，没开悟时我们先要得定，定他才能开悟。要得定呢，那得守规矩，规矩读诵大乘，我都一样一步进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大乘经典的任何一部都可以，你是一部经上下十年功夫，你就变成专家。现在讲专家学者，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刘素云居士，他十年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得定了，他开慧了，真的开悟了。怎么知道呢？无论什么经，你就问他，他都知道。你请他，他都能讲，讲的都不错。不是开悟做不到啊，这不是假的。这是东方传统修学的方法，一定要传下去。我们要做榜样，不做榜样，人家不相信。悟了之后才广学多闻。那个学得快呀，一看就明白。像我们天在天科学报告，科学家研究花多少时间，多少心血，他报告我们一看就懂。这是我们的佛经上得到信息，在他之先，他的一报告一想马上就对上了。就明白了，而且佛经上讲的比他更清楚更明白。这读诵大乘一部经，一门深入，不开悟不看别的经，开悟再看，他一定先得定后开悟。劝进行者是把佛法宣扬出去，要帮助别人，要介绍给别人，今天的话就是与大众分享。要欢欢喜喜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如果是我累了，我懒惰一点了，对不起佛菩萨，佛菩萨叫我们劝进行者，我们这一句没做到，这不行。要欢欢喜喜。越讲越有精神，真会得三宝加持，是吧？这是净业三福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。是如此三世名为净业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